方人哦，东方人那个跳舞啊，不跳舞的话，家教不是那种道德观念太重了，把性这种东西送到身体的局部。你看，妩媚一点好不好？轻松。你看你没动啊，你没动啊。没有吗？没有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总没有嘛，年纪大，腿弯一点，对嘛，腿弯一点。惭不惭愧啊，你们惭不惭愧。年纪我一半的不行的。来左右你也没有。臀部不会动那不行。先左右。来来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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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来。害羞撞好不好？我们一撞，来，来，不对，侧面，侧面，臀部往侧，侧面比较好。好，回来，行吗？不会，也不对，也不对。来来，有一点，但是腰要留，腰留着，所以腰胯之间有一个曲线，有一个曲线在，这边要有一个曲线，有没有？这是你看胯的活动，再来，哎，再来，松掉，让它自然滑动，松掉，重心，你看重心在左，重心在右，重心在左，重心在右，左膝盖弯曲，右膝盖弯曲，不对，你没有了，你那个没有了，左右左右左右左左右左右。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，放开一点，好不好？放开一点，我比你还像女人，你也对。不对，曲线出来，重心有换呐、啊，重心有换呐、啊，你看，换。换，腰出来一个曲线，对，曲线出来。